一开始美琪在唱的时候呢，我为这个依纯就是捏一把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到中间间奏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在 bridge 的中间有他有一个微笑，他微笑一甩头发那一下，就是感觉那个范儿就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变成另外一个地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唱的时候，他会把你拉到在塞纳河边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说一下依纯啊，我觉得他的嗓音可以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很多精彩的东西。对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他的音色就是他的超高频不是加上去的，你要说后期处理怎么都行，但是他是不需要那些东西的，所以就我觉得第一个是天赋，是他的嗓音带给他的，第二就是他对音乐这个事儿本身的一种理解，让我觉得本能的反应哈。对对，我觉得其实我真为你捏把汗，建哥，你想好了吗？你这会儿你两把汗了，两把了已经。听风老师呢？这个不过我也不想给你再添太多的烦恼，没事。